方二元。 你现在已经知道萱萤她不是一个从出生起就健健康康的孩子，但你依旧愿意接受她。当然。那我愿意做爷爷的孙媳妇儿，愿意。 做陈琛的妈妈，愿意做你的妻子。你是在跟我求婚吗？是，你愿意和我结婚吗？ 电话沟通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商量，好吗？嗯，好好好，听你的，听你的，来，来好。不过现在证都领了，那就赶快搬过来和浩宇一块住吧。啊？四个人的世界真的太好了，结婚太好了，芊芊有妈妈和妹妹了，爸爸万岁，爸爸你太厉害了。 叶辉，叶辉，叔叔，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叔叔要成为一家人？因为叔叔想照顾你，还有妈妈。等到萱萱和小怪兽大战的那一天，叔叔也可以继续陪着萱萱。那叔叔会疼妈妈，像妈妈对萱萱那样爱吗？ 真的结婚了，齐子乐，你做这个决定一定是正确的。哇，这个箱子好重啊，放哪儿？这个是妈妈的宝箱，说好了萱萱来保管。那一会儿就放在萱萱的房间。萱萱的，哇。
萱萱的城堡好漂亮呀，叫爸爸。嗯，晨晨，没关系，我们让妹妹慢慢来。嗯，叔叔对萱萱好，谢谢叔叔给萱萱的新家。这本来就是你的家。啊？嗯。哦。 我意思是，萱萱可以把这当成她原来的家，这样就不会拘束了。嗯。萱萱，过来，妈妈跟你说，小怪兽还没有被彻底打败，所以你不能跳，也不能做激烈的运动，不然妈妈会担心，知道吗？萱萱会乖乖的，妈妈不要担心。 四个人一起睡的话，这个床床很可怜。四个人？不是说结婚四个人一起住？不是，住是一起的，但是其他小朋友都说睡觉是爸爸妈妈一起睡的。浩远啊，思乐，爷爷，来来，跟我去看看我给你们准备的新房。啊，新房。 快来快来！哎呀，看看，怎么样？喜欢吧？爷爷，这结婚嘛，就要浪漫一点，有气氛啊！随便看看。哎，领证的时候真没考虑要同房的事啊，事已至此，随机应变吧。 晚上睡不着，看看床头的报纸啊。什么报纸啊？看看就知道了。行了行了，不早了，你们啊，快点休息啊。嗯。都累一天了，我走了。爷爷抓紧休息。哎，好好。要不然我先把这灯关了。嗯，好啊。 我想要妈妈，萱萱，你5岁了，不是4岁的小朋友了，该睡就自己睡。萱萱，明天学习不行，哥哥陪你好不好？还能给你讲个秘密哦。秘密？好啊。那我们拉钩钩吧，今晚萱萱和哥哥一起睡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 就跟青蛙一起。晨晨，晨晨，爸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新闻之夜，怎么我避开看？叔叔陪你好不好？青蛙再不变回去就没机会了。 爸爸，不要打扰我们拯救他呀！萱萱。
第一次一个人睡，一定会睡不着。我去给孩子讲故事，孩子睡着了，我也睡着。就这么办。小公主，妈妈来给你讲故事啦！不要！哎哎哎哎，慢点儿，轩轩，你不是宝贝？哎，这俩孩子怎么把我肚也给堵死？ 只能趁他不在，写好早，战术性终止。我跟他的关系比想象中进展的要快。既然结婚了，就不用研究怎么讨好女生了。现在需要的是扮演好一个丈夫的角色，至少不能被爷爷和轩轩看穿。不能创造，连自己都不相信的。 连自己都认为是不真实的东西，可能还是得跟他好好磨合一下，多了解了解他，才能表现得更真实。他跟我结婚应该也只是因为生活上的需求，可是要他跟我在人前扮演一对恩爱的夫妻，他会配合我吗？我们能做到毫无破绽吗？不管了。 怎么也要先让自己入戏。宋浩宇。 我想与你谈谈。那你先说。我知道我们刚结婚，很多事情肯定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。这点我认同。那既然现在我们已经是合法夫妻，就要尽到相应的义务。我希望你可以全力配合。义务是指那个吗？还全力配合？什么虎狼之词？那个，现在。 不是很方便。死了。啊，你也知道爷爷现在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。只有我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和谐，他才不会担心。我的意思，你应该明白吧？和谐？不明白，我都不配有身份证。<笑>明白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你能不明白吗？<笑>那既然这样，为了以后能够顺利一些。 尝试一下互相了解。好。你别紧张，互相了解是夫妻的第一步。夫妻的第一步。你喜欢这样还是十指相扣？都可以吧。
这样你习惯吗？ 刚刚手切里说男人的自尊心很脆弱，我现在拒绝会不会伤害他？ 我以后经常会这样，你还好吧？ 你心跳好快啊！ 我心跳快啊。 习惯吗？白天的时候，在爷爷面前，你表现的挺自然。没有不习惯，我就是。你没事吧？嗯，没事。你先起来。啊。怎么了？你压的我头发了。哦。 啊，没事，不好意思。你等会儿，别动！啊！走！你还好吧？ 醒了，收拾一下，一会儿一起去吃早餐。哦，刚刚你也太尴尬了，啊！好在他昨晚还是尊重我的。 收拾好了，嗯，走吧。爷爷和孩子们都还在等呢。爷爷，早。早，哎，早。是吧？睡得怎么样？啊，挺好的。来，坐吧。 妈妈怎么这么晚起床？萱萱，你昨晚睡得好吗？好呀，我也睡得好。嗯，都睡得好。好了，咱们吃饭吧。这个清淡，萱萱可以多吃一点。 好吃，爸爸交给妈妈尝尝呀。晨晨说好吃，尝尝有多好吃，来。妈妈，嘴嘴这里哦。
来，怎么吃饭跟孩子似的？好了好了，快吃了快吃了，快吃吧！啊，来快吃吧。可能需要齐小姐看一下有没有可以替代的材料。 都别惦记了，已经成我孙媳妇了。 苏老，一起看一下吧。青蛙王子。爸爸，你现在还是青蛙呢，要让妈妈接一下才能变成王子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 喂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啊，那我让何青送你。哦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走就好。这不是你追的那个？啊，他们一家人都在帮你啊。 那这家人确实靠谱，这么看来，宋浩宇应该对你认真了。是啊，所以我就想着，干脆和他结婚吧。他人挺好的。你别开玩笑了，好不好？我没开玩笑啊，你看，这么糟心的一件事，被我变成了一件大喜事。 我是不是挺厉害的？你认真的？啊！我不同意。已经领证了。你这证都领了？你每一次都这么的冲动，你根本就不考虑自己的人生。你先听我说，我对他有信心，我愿意相信他。 认识没多久就提出结婚，为了萱萱又出钱又出力，对你却别无所求，只是因为爱。太童话了吧？你在跟我讲童话？这不真实。结个婚有什么不真实的？不是，都带到办公室来官宣了，这已经够玄幻的了。我知道了。哎哎哎！ 这既然不是带球进门，也不可能是商业联姻，我实在想不出是什么把你推向这爱情的火葬场。如果他对你别有用心呢？不行，我还是不抱歉。今天把他约出来吃个饭，正好让我过过瘾。今天啊，啊，思乐，闺蜜，啊，萱萱幼儿园的李老师啊。 好啊，你去我们家思乐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吧？思乐，给你切好了，来，多吃点。<咳>
没错，我娶思乐是有特殊原因。她总是自己一个人，同时面对很多事情，我很心疼。心疼往往是爱情的开始吗？爱情，他们俩就像这牛肉一样，还不熟呢。不熟的才新鲜，才更有发展空间，加把火候更好。可是这火大了。 就更牵不动了。李小姐，到哪办了？你俩真的不认识？宋总，你了解我们家思乐吗？ 或者我们更直白一点说，你爱他哪一点？原来错过的彩虹。 只是装进了你的瞳孔，原来记忆中那些心潮的汹涌，原来光与光，只在黑夜中相逢。 From this moment， 向前进，缠着我们，整个世界的美梦，我猜都在你眼中。日升又月落，春夏和秋冬，抵不过这一分钟的相拥。 From this moment， 想拥抱所有可能，关于时间的歌颂。 我猜都在你眼中，永远保留着，永远守护着我们的。 时间的迷宫，你还在我心中。有太多的相逢，来去太匆匆，忘记了曾经有过的心动。这分钟的心。